要是比起以前的这个飞船的运载火箭而言，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是不是要求更高？这个的确，因为它是有生命在上面，你要把人安全的送到这个地球轨道，所以对它最严格的要求，或者跟以前的运载火箭最大的区别就是可靠性，就是中间不能出事儿。所以刚才庞老师讲了，你看它的整个这个各种设备、各种附加设备的改进比较多。你像有人统计呢，就是现在这个火箭跟以前的火箭相比较，至少有将近200项的这种改进。你比如故障诊断系统啊，另外像这个我们在这个火箭顶端看到这个逃逸塔，就一旦出现故障，逃逸塔可以把飞船这个脱离这个危险区域，然后呢进行降落，所以可以保证它的生命安全。另外一些故障诊断系统啊，都很全面，所以整个的这个运载火箭它的可靠性要提高很多。